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家学Hokkien话。今天的Hokkien话呢，就学的有点疑神疑鬼的感觉。疑神疑鬼。因为我看到今天的稿子学的全部都是有关于鬼节的一些。哦，就是七月半最烈的。最烈。阿妈现在还叫七月半吗？有人还是叫七月半。还是叫七月半啊？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七月半的那一天了，只是七月半整个月。指的就是七月十五，现在七月最了。哦，以前的时候阿嬷拜神的时候，或者说拜拜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只是七月半一天了？就是七月半了，七月十五那一天，对吧？后来被沿袭到整个月都在拜。对对对，现在我就是拜三次，拜楼下拜三次。哦，初一、十五跟夜尾。你会上坟吗？上坟会。会去，或者说去祖牌那边。在七月选一天上去那个寺庙拜拜。哦，这样也好了，就怀念一下故人。嗯。那今天我们所学到的福建话呢？刚才阿嬷已经说了七月半。七月半就七月半喽。七什么？七月。月半。七月半。就像五月。五月端端午节。五月。五月醉。啊，就七月半，七月半，七月醉，七月醉，七月半，七月醉，七月中元醉啦，中元醉啦。中元节，中元醉，也叫中元节，中元醉。晚，嘿，中元是不是这样啊？这个晚跟那个晚是不一样。哦，可是也是念晚。回中元是吗？晚，元那个是草原的元嘛，这个是。一元两元，就是一元元，但是都是同样的读音。对，哦，哎，那个新卡北北，那个讲的是新卡北北，那是回中原，回中原。哦，是从关外回到中原。中土高原。从关外回到中，有中土高原这个词吗？不是吗？那叫什么？没有啦，东土大唐有。东啊？东土大唐啊。中土高原，入土高原，高原入土沟高原，中原。这是从关外回到关内，就是回中原喽、哦。哎、哦，现在深圳还有关内关外之分呢。现在还有吗？有关内关外，可是现在的关内关外跟以前的关内关外不一样了。就以前的关外好像要经过一个大的城门，然后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有一个城门啊，然后就开每个早晨还有什么入关、出关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哦。嗯，对啊。就以前不是你如果太晚回来的话，城门还没有打开，你就进不来啊，你就进不了关啊。哦，这是回城。啊，那是回城啊。啊。也是入关吧？不是入关，入关是要指边疆的那些关门才叫做入关。啊，就是边疆的那些大城门啊。啊，大城门才叫入关。现在我们叫 Gastam。啊，对，差不多是 Gastam 那种那个感觉。只是以前的时候没有印章盖章而已。以前每一个城哦都有城门关的嘛，那有的是住在城外，有的是住在城内。嗯，如果你过了那个时辰哦，那城门关了，你就不能够回到城里来了。六六六六。现在刚上这24小时。哎，现在比较发达一点。对对对，24小时可以进出。那盂兰节叫什么啊？乌兰醉。乌啊。乌兰醉。乌兰醉。乌兰醉。对，都是中元节啦，就是一样的，都是中元节，也就是中元节。哦，乌兰节哈。然后拜七月就叫拜七月。拜七月。拜七月。就是真侪人拜七月啦。哦，拜七。拜七月。月。啊，拜七月。拜七月。乌兰节，中元节。拜七月。那鬼神怎么讲？鬼神。啊。鬼个神咯，鬼神咯。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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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鬼就是神哈，鬼，鬼也是你，神也是你哈，鬼神，啊，鬼神，鬼神，不能读错哦，因为读错变鬼神，鬼神是什么？鬼神，鬼神，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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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，神啊，鬼，这是两个极端的东西啊，哈，鬼，啊，神，神，哇，好严肃哦，神，神，神啊，鬼。神啊，哦，如果你读错变鬼神就错了。啊，鬼神，你们也不能打作鬼嘞，鬼是我们吃的那个追鬼的鬼。追鬼哦，不一样，是鬼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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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啊，鬼神鬼神，哇，好难哦，福建话真的差一点点的这个调上面差一点点就不一样了，整个意思就不大一样。那祭祖怎么讲？
哈？祭祖。祭祖。祭啊。祭祭祭。祭不是拜拜祭祭，这是祭。我们坐下来是祭，这个是祭祭祖。祭。哦。祭祖。祭祖。啊。好像要打人。祭祖。祭祖。祭。做，这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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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卡基做了。哈？麦卡基做。你到底讲什么？不要客气，请坐。麦卡基，请坐。麦卡基。你不要音差不多一样，你就把它拿来乱乱乱乱抓。差很大哎。麦卡基，麦卡基，麦卡基。麦卡基，请坐。麦客气，加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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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饮茶，饮茶，饮啦，哦，饮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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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这个是，哦，制作，制作掉，制作。那烧米子呢？啊，烧米子，烧金文砖咯，金文砖。我干嘛学这么难的、啊？修金文，教金银子，教修名作写下了。但是我们通常是讲修金文作。金文作哈。金银子。啊，修金文作、哦。金文作。金文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给你很容易的，这些都是单词，没有句子的句子，而且句子就三个字。金文作。金文金文金文作。滚呐、啊。滚呐、啊。滚。滚不是滚哦。滚，金，修金文作啊！哎，这个也是一句话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烧动词，青瓷，复名词，也是一整句话啦。烧金银纸是一整句话啦。我要去修金文作。你要去修金文，修给什么人？修给我阿公。哦，嗯，对吧？你看，你是福建人吗？我不是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中国的。你是台人。我是中国的什么人？安徽人怎么说？安徽。安徽人呐、啊。我是中国安徽人。对，你不是，我是。你是福建省的福建人。啊对啦，你是福建人吗？福建省的福建人。福建省福建人。好，今天我们学到最后一句呢，就是我不怕黑。我唔惊乌。哎、欸，我最近是你怕哎、欸。我不怕、啊。你不怕吗？我惊乌。我唔惊。哇。唔惊哈。我唔惊乌。唔惊。其实这个乌、哦，其实这个乌、哦，我们福建话没有这个乌的，我们是惊暗。暗。啊暗。哇。暗。冇惊暗，哈哈哈哈。我冇惊暗。暗哈。我们没有这个黑，这个黑字不是在这边讲，这边这样子讲的，这边这个黑字在这边讲，这叫讲暗。我唔惊暗。哎，那听哦哦不是福建话来的？是是，听哦是福建话来的，但是这个听哦哦这边就可以讲哦了。那阿妈，哦，昂是文的还是熟的？熟的熟的。熟的。哈。所以文的是哦。哦哈，你如果你讲话也就先听哦哦咯哈。对了。那我们也是听哦，我们也就讲听暗了。啊。听暗哈。啊，听暗了。哈。哦。哈哈。是来诶。听哦哦。哟哦哦，贝罗贝罗，阿公家什么？阿公家地头，阿公家地头，贝古哦，对呀，对对对啊。OK， 好，我不知道。我怕鬼怎么讲？哈？我怕鬼。你怕鬼？我惊鬼啦！我惊鬼。我惊鬼，我唔惊鬼。我唔惊。我唔惊暗，又唔惊鬼。我唔惊，我唔惊。我唔惊暗，又唔惊鬼。不。无惊，我无惊鬼，我无惊乌，我无惊鬼，我惊你。OK，OK， 我无惊暗，也无惊鬼哈。阿无惊鬼啊，阿就是和的意思。暗，就是我无惊暗，阿无惊，也无惊鬼，也无惊鬼，也无惊鬼，呀，鬼，呀，无惊鬼，呀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福建话也学到这里了。写了很多句，今天写了很多句。今天学了很多句，很多个这个单词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，在七月鬼节的一个月时间呢，供大家去复习的。整个月呢，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都用上。如果你七月半啊，七月，七月半，七月半啊，哦，七月半，半半半。半，淡薄，淡薄，淡薄，哦，淡薄，哎呦，半七月，
拜七个。拜七个，对对对对。拜七个。这种。你要考我吗？这种。他可以考你啊，他有资格考你啊。你可以让我复习一下吗？好，来，鬼神。不能看啊，复习哦，好啦，可以看。鬼神。鬼神。贵贵星。不是贵贵贵贵贵哈，不是贵。贵，因为我写成了昂贵的贵，我知道了，应该写成跪下的跪，贵贵贵贵行，贵行行啊，贵行，贵州那个贵就成对了，贵跪下啊，贵贵啊，贵贵行行，贵行贵行啊，七中元节，中元中元醉，中啊，中元醉，中元醉，乌兰醉，乌兰醉啊，对，乌兰醉。祭祖，祭祖，祭祖，不是祭祖，祭祖，祭祖，祭祖。烧，你讲祭祖是在那个祖先坐在那边的，那个祖先在那边就是祭祖了。阿祖，祭祭祭，我们是祭祖，是拜祖先就祭祖。哦，祭祖，祭祖，烧金。烧金文纸，金文纸啊，金文纸，金文纸，金文纸。我不怕黑，我唔惊乌，我无惊暗，我无惊暗，我唔惊鬼，我唔惊，也无惊鬼。我唔惊咩，无惊鬼啦。我啥物都唔惊，我啥物都唔惊啦。我惊咩？鳕鱼啦。我唔惊鬼。鬼。他怎么说？他直接把。他直接把广东话放进去了，苦音。我现在都快要崩溃了，真的是。我发现福建话，因为你学了越来越多之后，然后它的音啊基本上都相似的，所以你学了很多词都是相似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。你感觉到听起来都是相似的啊，听起来都是差不多。但是我听起来是完全不对的，不相似，一点都不相似。我真的是什么都唔惊，我只惊阿妈。鸡惊，鸡惊，鸡惊，我鸡惊，鸡惊阿妈。对，只是这个时候了，阿妈要来教，好像阿妈来上课了，好像哪个老师要来上课了。你这个都不会啊，就好像那个时候背英文单词一样，背不会，啪，哇！一只蚂蚁爬上大树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花木耳饼干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